张组长，这个是我完成的一万五千罚款指标，你收好了。对不起，这种罚款我从来不经手。哎呀，杨，收起来。我向东平说到做到，我定的指标我率先完成了。你们呢？我都来这么长时间了，可你们一个完成罚款指标的都没有，你们都说说应该怎么办吧？你们都想当捞活人，如果继续这样的话，我们改善办公环境欠下的钱什么时候能完成？分局定的指标怎么能完成啊？啊，你们都给我说说说说。我知道，你们都在和我暗中较劲儿。我提倡了，你们反对。有些人还说我与前任老所长打法不同，的确不同。玩那些虚的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向东平是想实实在在的干点实事，我觉得这才是真的。哎，干什么去？上厕所。罚款是不好听，啊，老百姓有意见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可是我们要想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状况，就顾不了那么多，啊。明天呢，我就准备去找几个联防员了，让他们帮助你们完成任务。向所长，我可提醒你一句，局里三令五申不让雇佣联防队员上街执法，这你应该知道。好啊，好，不用可以啊。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完成了罚款指标，我绝不用他们。但是你们爱面子，不肯得罪人呢。我不用他们，那分局定的指标谁来完成啊？你们给我说说。张副所长，给居民们安装防盗门的事办得怎么样呢？居民反映摊分的钱太多，每扇大门合8000块钱，您不觉得太贵了吗？那你就跟他们解释说，我们安装的防盗门是新产品，质量好，所以呢比以前的老牌子要贵一些。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安装呢？那你就跟他们说，从西边来了一批六门亚锁的啊，已经有几十起入室抢劫案件发生，都是因为没安装防盗门造成的。你这不是让我说谎吗？我怎么能是让你们说谎啊？我是想帮助你们怎么完成任务。快帮个忙！哎呦，小兰，你怎么搬那么多呀？来来来，找资料啊！哎呀，好。哎，行。哎，怎么了？又垂头丧气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不就是挨个批评，把所有的事情推到我的身上，不就完了？现在不是挨批评的事儿，台里两档栏目啊，停播整顿。凭什么？戚台长刚找我谈了，这样不明不白的，我告诉你，停播，那些观众也不会答应，那些广告商他们更不会答应。台长说了，社会政治舆论是第一位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小题大做，不就是报了一个什么袭警案件吗？惹了这么大麻烦，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。我告诉你一个更不好的消息，台长说啊，现在这个栏目的采编人员缺少社会责任感，锋芒太露。如果不换脑子，那就换人。好，好，好，换吧，换吧，我的脑袋就这样。他们爱谁谁。哎，熊大。我们有些警察从根本上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忘记了肩上的使命。屁股坐到了不法分子的凳子上，与不法分子同流合污，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。兰平县的事件令人触目惊心，公安局竟敢动用刑警大队去阻碍市局办案，要不是市局督察队及时到位，还不知道捅出多大的漏子。
最为严重的是，兰平县公安局的主管领导不但不引起教训，反而到处托关系找门子，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在这里正告这些同志，不管你找谁，找多大的官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，作为绿江市的公安局长，只要我梁云鹏在位一天，就绝不让这种歪风邪气蔓延下去。违纪的处分，犯法的判刑，我绝不允许穿警服的人与这些不法之徒同流合污，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据党委研究，已经责成市局督察大队立即立案，彻底调查兰平县公安局对这起事件所负的责任。我提议由市局督察大队成立三个暗访小组，立即到基层看看到底有没有黄赌毒现象，如果有，是不是有我们民警在背后充当保护伞，看看我们的民警对群众的冷横硬推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没有，看看我们的民警工作作风到底怎么样。长坚到，这次案发一定要注意保密，回来后我们局领导集体听你们的汇报，要原汁原味的汇报。是，开会。常队，接3000元够吗？咱们一共三个组，一个组才1000元，恐怕连住店都不够啊。够了够了，咱们局里经费紧张，你借多了于处长也不会批。再说了，咱们手里紧着点花，主要是为了了解当地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反应就行了。啊，去吧。喂，常队吗？我是肖小娜。啊，是肖记者，什么事儿？为什么？他的领导说了，我们报道袭警案在舆论和导向上有问题，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。这不是胡扯吗？这不是。我给你们台长写封信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的信呢？我看先别写了，刚停了一期啊，台里就收到了观众来信，质问为什么警视聚焦栏目停播。这两天台里领导正为这个事闹心呢。那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进来，再见。程队，你快去看看，小朱跟装备处的于处长吵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借差旅费的事儿。于处长讲，现在局里根本没钱，拿不出钱来。这小朱也是，借个差旅费吵什么架呢？你去把他叫回来。好。哦，等等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就是看人像赛车。我刚才听到装备处的刘科长说，就在半个小时前，二处的处长借了10000块钱去深圳开会。洪飞，咱是为了工作，犯不着因为这点小事跟他们计较，听见没有？我看我这个月的工资正好没有送回家去，再加上补的补贴，也差不多有3000块钱了，先拿去用，回来再说。常队，这是两回事儿，咱出发天经地义的应该借差旅费吧？这事儿要是让梁局知道，非得骂他不可。这事儿没有必要惊动梁局，听见没有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常队，马局。哎呀，马局回来了。我跟你说呀，红旗跑了。跑了？哎，你怎么不来个电话呀？哎呀，我怕电话里说不明白。我们刚赶到地方，房东说呀，他早上提个皮箱打车走了，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啊，让他回去呢。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？不会啊，这个情报只有4个人知道，我、小张还有马军你。那另一个人是谁啊？哦，督察队的常建队长。你告诉他干什么呀？他虽然是你的师傅，可他早离开刑警队了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连一点纪律和保密原则都不懂？市局领导不是这样定的吗？这件案子由市局督察队督办的。他是督办，我是主办，别忘了我还是市局的副局长，这没我的同意你怎么能随便把消息透露给别人呢？是我绝对不会谢你。那谁谢的？是你谢的还是我谢的？李刚，
你刚回来，我实在是不应该和你发火，更不应该怀疑常建同志。可是局党委把这破案子任务交给了我，我破不了案，我心里着急呀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党委，更对不起全市的百姓。哎，我说你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，什么意思呀？我是在想，我一定会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是啊。 我感觉好多了，医生不让住院，是不是可能多赚钱呢？你别那么吓人，哪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早点好？上床吧。我想走走。好，走走走走。我怕拖累你，你还有一大笔的工作。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，好好养你的病，啊。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啊，我要出个差，亲戚请了3天假。 他来照顾你，我在马路对面那个饭店订了3天的饭菜，他们家的饭菜做的挺干净，味道也不错。每顿啊，他都会给你送到床前。3天一到我就回来，这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青青会给我打电话。你放心去吧，我能照顾自己。这次出差办案，一定要当心点儿。没事，这次是检查，不是办案。小旭没大错，听见没有？我听见了。 今天晚上起，你们分2组，给我上街执勤，尤其要注意那些歌厅、旅馆和饭店，听到没有？听到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
见过这样的人？气死我！什么事儿啊？怎么，大爷？啊？是谁把你气成这样？警察呀！怎么回事？跟我们说说。哎，同志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这是我闺女，去年到广东打工去，人家单位办养老保险，拿了一看，上面印错了一个数字，这没办法了，孩子给我寄家来了，让我到派出所改一下。嗯，就为这点事儿，我跑了三趟派出所，三趟县公安局，他们互相推来推去，一劲扯皮呀。您说同志啊，怎么现在办点事这么难呢？这不这回又白来了。他们搞什么治安罚款，没时间理我。您办这点事儿多难呢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哎，大爷，您也别生气了，那您啊给我留个联系方式。你是个大官？我不是官，但是我管他们，就得管他们。大爷啊，咱们得监督他们，给大伙办点实事儿，不是？是得好好管管他们了，现在办点事儿太难了。您说八句话，人家不回你一句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要他们家老人来办这事儿，他能给我这脸子看吗？哎，你说的对。这样，你把电话给我留一个。啊，27615520。27615520。您贵姓？啊，免贵姓田。田大爷，好，大爷，您这样吧，回家等我们的信儿吧。啊，那太谢谢您了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哎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青红皂白，各打五十大板啊！我有理，凭什么罚我？他占了我的摊位，还扇了我一个嘴巴，这是什么道理吗？哎，胡总，你不能罚了，200块钱呢，我们不同意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走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事儿？事儿呢？前面巷子有几个流氓打我老乡，打快不行了，你们能不能去管一管？前面巷子啊，前面巷子不归我们派出所管。哎，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？找警察？警察不是人啊，警察不吃饭不睡觉。前面过三条街，向左一拐，那儿有个第二派出所。前面打仗的事儿，归他们管。哎哎哎，这什么所长？这是怎么了？当官的，当官的管不管呢？你看看警察打人了，你看给打的呀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是不是需不需要去医院呀？没事了，大婶，你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。怎么回事？如果警察打人的话，我们一定严厉惩罚那个警察。我不跟你说，你快去把那个当官的找来。我们队长在外面办案去了，现在督察大队暂时由我负责，什么事儿您讲吧。没关系吧？你看我儿子是个下岗工人，就在街上摆了个水果摊，就刚才有一个人拿着20元钱来买水果，我儿子就给他找钱，他说找的不对，说你给了一个50元的钱，我儿子就跟他说，俩人就吵起来了。那个金盆派出所那个所长，他赶过来，二话没说，上去就把我儿子给打成这样，这手也打坏了，你看看这脸也打肿了。你们管不管啊？你们要是不管，我就找地方说理去。金盆派出所所长，是向东平吗？我不知道他叫啥，他反正是个所长。你们管不管啊？大婶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情的。小刘啊，刘，来，你来做询问笔录，我到现场去看一下。请坐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局督察大队的，请问哪位刚才看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了？刚才这个水果摊的摊主向我们投诉，说派出所的所长打人了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位目击者，才能公正地处理这件案子。大家要是觉得现在不方便说，没有关系。这是我的联系电话，大家可以在方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
我相信大家都有一颗公正的心，愿意为事实作证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哎，大爷，请留步。哎，大爷，大爷，请您留步。请问您刚才看到打仗了吗？我老眼昏花的，看得不太完全。那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哦，这我知道，你们是管警察的督察，在旧社会啊，这叫宪兵。您一点都不眼花。您能把刚才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吗？我离得远，看得不完全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你们那个女警察是个好样的。是个女的？是张小军所长吗？我不知道她叫啥，反正是个女的。哎，比爷们还勇敢呢啊！哦，她受伤不轻，你们到医院看看她去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大爷啊。督察队的葛梅，我想了解一下这儿。我来了解一下张小军的情况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辖区发生了斗殴事件，小军副所长为了保护群众，被凶犯抓伤了。是那个卖水果的吗？就是这哥俩，这都是兄弟，在金盆街一带，那是一帮。那那名被打伤的群众去哪儿了？他倒没事似的跑了。你们向所长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，我们一般的也见不着向所长。不过我们已经派人抓了凶犯了。这个张小军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缝了20针，现在麻药劲儿都没过了。他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人不在身边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通知他。小吕，哎，是我。那个姓邹的还在我们那儿吗？哦，是吗？行，你留住他，千万不能让他走，行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这样，这个姓邹的呢，现在还在我们督察大队，你赶紧到刑警大队去报案，让他们赶紧去抓人，好不好？行，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就这样，哎，好吗？再见，再见。嗯。我们你走。你的儿子打了我们警察，我们是来告状的，你们不处理打人的警察，反而要扣下我的儿子，你们这是官官相护，我要到电视台去告你们，我要给你们报那个光。告状？好啊，电视台的记者就在这儿，你告啊。可是无论你告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不允许任何人误打我们警察。你脸上的血是怎么弄的？我说你这么大一个个子了，啊，打一个女人，你真好意思你？哎，有本事你和我打呀！我还告诉你，我要打不出你的屎来，我就不叫马云山。我没想，是我妈。你因暴力袭警，行凶伤人，必须接受我们的询问。带走。哎哎哎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别抓我儿子！不能抓我儿子！你们抓我儿子干什么？哎，儿子，你们抓他干什么？小大姐，啊，葛梅。听常队说你们那个栏目停播了啊，我们又恢复了。对了，我先回去了，这个节目太重要了，我争取今天晚上播出。好，我们都是你的忠实观众。播完之后我通知你啊，啊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对不起啊，我那天呢走得太着急了。走那么着急还去见女朋友呢？女朋友？我哪来的女朋友啊？我那天都看到了，你还跟我装蒜？哎呀，那是青青，她找我有急事，说给我提供了重。行了，别编了，你没编电视剧呢？你说我骗你干嘛呢？她给我提供，哎呀，这是纪律，现在不能说。你就是说我也不听，你自己看这事儿怎么办吧。青青，我是。秀敏刚，你叫我什么？不是，我是。你再说一遍。不是说错了，这不真打呀？哎，各位，哇，这再叫一遍，秀敏刚。你回来，你再叫一遍，你回来。青青，青梅姐好。哎，你来这儿干嘛呢？我来照顾嫂子。嫂子病了？哎，什么时候病的？都病一个多星期了。是吗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哥不让说。你还不知道我哥那人，从来都是工作第一，我跟嫂子第二。魏刚哥，你们这是？我们去看看同事。葛梅，咱去看看嫂子吧。好啊。我们去买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嫂子那什么都有。那不行，看病人怎么能不拿东西呢？买点水果去。嗯，好。哎，青青，嫂子住哪个房间？302。走吧。好了，你先上去吧，我们去买点东西啊。听话啊，拜拜。青青，我打算明天就出院了，在医院里住着，总不如在家里待着安心。那可不行。医生不让你走啊，你就不能走？都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该出院了。你和你哥工作都忙，还这么照顾我，我这心里啊……嫂子，你说这是什么话呀？照顾你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谁叫你是我们最亲的人呢？快点吧。你好，嫂子，不知道你生病了，所以现在才来看你。哎，青青。这位是，我叫葛梅，是督察队的。梅刚哥呢？在门口呢，打电话呢。我知道了，常见回家，常提起你。来来来，快坐，快坐呀，嫂子。常队可从来没有提起过您住院这事儿，要不然我们早就来照顾你了。我没事了，明天啊，我想出院了。干嘛那么着急出院呢？嫂子，你在这儿好好养病，等病完全好利索了再出院。常队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特别的挂念你。你这个病完全好了，常队才能安心工作，对不对？你这姑娘真会体贴人，只要是娶了你，可真是福气啊！青青，学着点啊！哦。谢谢嫂子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给你打个招呼。以后离我伟刚哥远点，我喜欢他。怎么从来没听熊伟刚说过呀？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吗？那当然了，他可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哦，看着你长大的，那你还得使劲长。等你长得更大一点的时候，再跟我说一声。拜拜。你。走啊。走，再见啊！好，再见。哟，朱店有房吗？有啊。给我们开个双人间。双人间啊？我们这儿有单人间，一人一间怎么样？两人一间不方便。不就睡个觉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出差在外，不想风流一下，我可以给你们叫小姐。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有老婆有孩的，不扯这个。哎，多少钱一间？我们这儿绝对安全，您在我这儿放一百个心，出了事儿罚款算我的。你是店主？对呀。怎么个保险法？派出所咱有人，我表弟在派出所做副所长。
哎，我们都累了，你还是先把房型给我们开了吧，好不好？出门在外难得有次机会，不耍一下不可惜了。你说你烦不烦？房子多少钱一平？100。就更不容易了。现在和平年代，能真刀真枪的跟犯罪分子干的，大多还是我们警察。所以，警察牺牲的人呢也比较多。从去年初到现在，光我们刑警队就有6个兄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，你说我们容易吗？哎，飞哥，你是不是心脏不太好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天白天我看你耳朵上有一条纹。人家说耳朵上有纹啊，就是心脏不太好，是吗？是。有一年呢，我到云南执行任务，得了高山反应，一直发高烧，回来以后啊，这心脏一直都不太好。秀美刚，我警告你，从这一分钟开始，你要给我结结实实的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保护你那颗心脏。你要敢出一点事儿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干脆啊，我把我的心交给你，你来管着，好不好？你放心了，我也踏实了。你看你表现什么样？来，我一定啊加倍努力，看我的，来，走，走，我也会。好，等等。你看着没有？三枪教育都搞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居然无动于衷。你看他这个地方，还到处都这个呢。这是满街小告示，还有不识字的啊。谁呀？二位老板，晚上好啊！辛苦一天了，带两个小姐，给您两个接接乏，按摩按摩。请你出去吧，我们没那个雅兴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出去出去，别来了，先来。好了，行行行，哎，我让你放开行不行？大哥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我报警了，出去出去。什么？行行，死心眼。有，什么年代了，真是的，还这么着假正经，走，上班不是卖。行行行行，请吧请吧。哎，张队啊，你看这个，什么？你还想将计就计？我的意思，这真是黑店。鸿飞，那，赶快打电话报警。告诉他们，站前旅社有色情服务，让他们立即出警。哎，110吗？喂，啊，你好，我是站前旅馆的旅客，我发现店里有色情服务，请你马上到这儿去查处。啊，啊，哎，喂喂，哎喂，同志，哎，喂。啊，不是，是这样，不是说那个跟社会治安有关系的都找你们110报警吗？哎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等着啊。哎，喂，我是常健，哪位？啊，小娜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？什么？警视聚焦又播了？好啊，这是好事儿，啊，看来是民心不可违啊，哎，现在就播呢，好，我马上看，我马上看，哎，好，咱们回去见啊，哎，好，再见。今天上午，在绿江市金盆街街头又发生了一起暴力袭警的伤人案件。金盆街卖水果的邹氏兄弟因和顾客争吵发生了殴斗，金盆街派出所副所长张小军为了保护被打的群众，被邹氏兄弟打伤，邹氏兄弟还反咬一口，到市公安局督察大队诬告张小军所长。你们不处理打人的警察，反而要扣下我的儿子，你们这是官官相护，我要到电视台去告你们，我
葛梅及时取证，保护了民警的合法权益，伸张了正义。目前，行凶者邹氏兄弟已被江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。这案子办得不错，葛梅这姑娘办事挺果断的。张队长，啊，你知道吧？嗯，邢伟刚对葛梅很有点意思吗？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邢伟刚在追葛梅啊？是吗？啊？哎，你别说，我倒觉得他们俩还真挺般配。哎呀，人家葛梅可是研究生毕业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啊，哎，邢伟刚也不差呀。警官大学毕业，那么年轻当了刑警队长，还怎么着？不好啊？哎，你别说，我觉着他俩还真有点天作之合的意思。同飞，嗯，你刚才跟我说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你是不是也喜欢人家葛梅啊？哎呀，操！我敢吗？我真的是。Ha ha ha.